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涛哥侃风尘。上回书说到，二郎神被那个大白象就给吃了。花狐貂在他平常这个叫什么，魔家老四的带着的时候呢，就是花狐貂应该很小，放在他的这个豹皮囊里头，但是一旦他扔出去的时候，他就变成巨大大象。我以为在这种变化本身，大家看起来就像神话，就看故事似的。我以为这种变化的本身，就是表示着任何一个东西都有着一种，怎么说呢？有着一种生命的，在不同的环境中的生命的表现形式，不一定太恰当，但是那么个意思。就像我们常说的，说你看我们人在梦境中。那就是我们做梦，有的时候我们梦很清楚，我们知道是我们自己，但是我们却看不到自己，对不对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梦中能看到自己的，但很清楚自己，而且梦里头没有时间的概念。那我以为类似，如果我们自己把梦境中当成我们生命中的另外一个形式，一个形态，在一个在人这边做梦的一个客观环境下，我们可以表现出生命的另外一面，有点类似。就是当魔家老四把这个花狐貂只要一派出去，一扔到空中，它就可以变成这样的。就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，其实是一种生命的造化。我相信人身上的生命的造化远远超过于这样的兽，只不过呢，人现在都借助工具了，借助电脑了，借助 iPhone 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都在用电脑，谁还用手写字啊？你拿笔试试，你已经退化得很厉害，谁都退化很厉害。那字练字的人也不多了，对不对？那你都用 iPhone 那个，现在连拼音都不用了，就这么来了。所以这是我以为就是人在借助工具的过程中，所谓现代工具的过程中，在人自身的人就在退化，完全能力的退化，不是不具备，而是忘却了。所以花狐貂我以为就有这么个本事，有这么个故事在里头。那能够破掉它的人，其实就是能够掌握它就能够破掉它。那这里面就是二郎神就有这种本事。杨戬呢，在花狐貂的肚子里头，他就听到了这个四将的计较，所以花狐貂在吃变成白象吃掉二郎神的时候，是吃掉他幻化的东西，七十二变嘛，他幻化的东西是个假的，实际不存在的。但是呢，他在借这个概念当中。他的元神，就是他真正的主尊，就进到了花狐貂肚子里头。有人说，那花狐貂那多大多小？人的元神有多大有多小啊？哎，这其实是概念是一样的。所以他的当二郎神可以做到用元神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我相信七十二变就是他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有着这种。人的身体，但七十二变是在他的在一定的境界之下出现的。二郎神说，孽长，你也不知道我是谁，因为他不把花狐貂放出去了，他照着花狐貂的心一掐，那个东西就腾一声就掉下来。因为老四已经把花狐貂放出去了，说进城，你去进西岐城把这个姜子牙给吃了，把武王吃了，他们俩一吃这事儿就急了，所以他就掉下来了嘛。那你抓心可不就掉下来吗？二郎神现身，把这个花狐貂一掌两断就给切了。二郎神现出原形，你看原形，他是讲现出原形，其实就是讲他的隐身法。花狐貂吃他的时候是吃的假的东西。三更时分来到相府门前。叫左右报呈报宰相，守门军士击鼓。那子牙三更说，还跟
哪吒共议魔家四将之事，忽听然有鼓声说二郎杨戬回来了。子牙大惊，说人死了怎么能复生呢？其实姜子牙这话就说就不对，所以他悟性差，他不就死了吗？对不对？他死了，他被这个被救活了，三死七灾已经赶了已经赶上一回了，所以人是能复活的，啊，人是能复活的。真正有，所以你看，在现在大瘟疫的背景之下，中国人怕死，非常怕。人说洋人也怕死，是洋人也怕死，但对死的概念是完全不同，完全不同。越在中共体制之下，越那什么，他越怕死。你看，四月四号，昨天，清明节哈，那习近平在照片上都不敢给自己弄成黑白的，他真怕。你以为他真怕？他怕，他就怕这个，就像这个咒语似的，他自己一弄成黑白，觉得自己咒自己就得死了。不开玩笑那个，命。哪吒探个虚实，哪吒到大门口问他：“杨道兄，你已经死了，怎么又回来了？”二郎神说：“哎呀，你我乃道门之徒弟，各玄妙不同啊！赶快开门，我有要事要报与师父。”他这里边应该是应该报与师叔了，那个他写的是师父，应该有要事报与师叔。哪吒命开了门，二郎神。来到殿前，子牙惊问：“早晨阵亡，现在又为何又至于此？必有回生之术。杨戬把这个魔礼兽放了花雕，要进城，要伤武王师叔弟子。师叔那弟子在孽障府中听到了，所以刚才刚把花红雕给弄死了，特来报知师叔。这里记住啊，他把花蝴蝶给弄死了。那子牙一听大喜，我阵中竟有如此道术之人，那何惧有之？那我还怕什么呀？这要凭本事，这你能玩这手活，这就不怕了。弟子说：“如今还去。”二郎神说：“弟子如今还去。”那。哪吒的悟性要比这个二郎神要差，所以他在描绘二郎神就不太一样了。那哪吒说：“道兄如何去得？”杨戬讲：“家师秘兽自有玄妙，随风变化，不可思议。”这里就你可以注意到，神仙、仙道、真正修道的，跟民间练武术的两回事儿。两回事，民间练武术的，练弹腿就是弹腿，对吧？练密宗就是密宗，练八卦掌就是八卦掌，他不能串着练。而且这师父教了几个徒弟都是一样的，练武术肯定教几个徒弟都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都是那一套拳术。那可能人这一门里头有七八套拳术。那老大练的拳，老二就差两下，老三又差点，对不对？那你当师傅的有时候是这样，说这老疙瘩最后一个关门弟子，教点秘兽的，看着老疙瘩好，还他顶多是在教的多少上有差距，他可不在功夫本身完全不同上，他不会的。元始天尊不是。元始天尊的十二门人各有道行，这十二门人带的徒弟各自跑背，各自变化都不同，他们之间不差着来的啊，他们之间没有差着来的，没有说这个那，没有，全都没有。所以这是我想朋友们要值得借鉴的，要能够从中体会到其中的奥妙。所以他各家就是兄弟之间的本事完全都不可以相互 copy， 就是相互比较完全都不一样。所以那意思就是说，每个人修成都有他自己的归属，有他自己的去处，有他自己的造化，
也有他自己的本事，也有他自己的特点，生命特点。我以为在《封神演义》里面，无论是哪吒他们这一辈儿的，还是这个道德真君他们这一辈儿的，各自都不同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会透显出人真正一世，人来一世，就应该是来修炼的，来修炼的，来回到，就是能够找回到自己生命的根本，找回到自己生命的真正的特点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他展示出的生命特点，反映在他们的宝贝上，和反映在他们的功夫变化上，功夫变化上，这里面包括他们的境界。其实境界越高，他的生命纯净，摆脱人的想法越高，他的概念就越强。我觉得这是很有趣、很有趣的。所以这里面就那哪吒就说：“道兄如何还能回得去？”杨戬说：“家师秘术自有玄妙，随风变化不可思议。师兄弟之间，他们的师傅之间是十二金门了，元始天尊的十二金门。那他们这一辈儿之间就是师兄弟，对不对？不说的，全都不说的。”哪有现在人吹牛皮，根本不会的。说我教你两手，你教我教你，根本不能说的。其实就这么回事儿。那现在就完全这东西没了，不能说的原因，就是这是他自我生命的秘诀。他讲说，家师秘术其实是他自己生命的特点。如果他说了，就全破了，全毁了，没了。你的世界就是你的世界，你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。所以咱们讲说，透过这样的节目，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真正懂得尊重自己。尊重自己就是真正尊重自己生命的那一份繁荣和至尊。秘授先传真妙诀，我与道中俱个别。你看，这是讲二郎神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我以道中俱个别，每个人都不同的，或山或水或天涯，或金或宝或铜铁，或鸾或凤或飞禽，或龙或虎或狮爵。你看，咱说的没错吧？他这里讲就是各自，你是山，我是水，他是崖，你是金，我是铜，他是铁。没有谁对谁错，没有谁高谁低。今天的文化不是，今天都是竞争的文化、占有的文化、贪婪的文化、打遍对手的文化，那是糟蹋自己，糟蹋别人，糟侮辱别人，糟蹋自己。那而这里他这段讲什么意思？不就是讲述着各自独立存在的那一份生命的真实与珍贵吗？应有山，不能否定水；有水，也不能否定崖。金不能否定铜，铜不能否定铁，铁的存在不应该消灭所有的金。那现在的文化不是，对不对？鸾是鸾，凤是凤，飞禽是飞禽。没有什么鸾高飞，这个凤高或者飞禽低，它自然就产生在高的境界位置上。那我们是说飞禽鸾这个鸾高或者说凤凰高，那飞禽低，那是人说的，对不对？那是人说的，它的境界确实是不一样的。它的境界不一样，是因为它就钉在那儿了，他钉了这么高就这么高，他钉了这么高就这么高，那这个高的钉子代表不了这低的钉子，就这么回事嘞。那人不是啊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想把自己做成完美的，在贪婪中的完美，天下最大的傻瓜。我刚才那期节目跟大家分享，就今天做的，
习近平装傻，把那数字给弄得太傻了。他就想完美吗？他只想往自个儿那儿想吗？造假的数造完之后，我一看，啊，这就没法看了，就。所以就这样了，所以就成笑，他的存在是个笑话。习近平蔫傻呆痴，真的都不在话下的。那个，因为不可能出了那个数。随风有影即无形，普得蟠桃天寿节。你看，随风有影却无形，随风有影却无形什么意思？跟那这不恰当。我们说过，说那个阴风有鬼过去的时候，你有感觉。那是不是有影？有影呢？有形吗？没有。所以讲述了他的一定的境界。无形有影是有一定的境界来讲啊，那真正厉害的那就是无形无影了，没有影，对不对？子牙听着，听吧，你既有此奇数，可显一二。世叔说了，杨戬摇身一换，一晃变成了花蝴蝶，在满地跳，把哪吒给乐坏了。嘿，还有这种东西，那他就是了。杨戬说："弟子去也，当啷一响，才就没了，才要去。"那个子牙说："杨戬且住，你既有大术，讲大术了。"就是那对于这个，姜子牙来讲，那就是不得了了。你何不把魔家四将的宝贝给他取了，让他束手不能成功？所以人他坏，对吧？人坏，这姜子牙主意多。你看哪吒他没这么多主意。哪吒直来直去的，杨戬即时飞出了西岐城，落在了这个魔家四将的帐上。魔礼寿听的是宝贝回来，慌忙用手接住，瞧了一瞧，哎，没吃人，见不曾吃了人来。那他但是呢，他就没有太，也没有太如何。将近四鼓时分，兄弟同进帐中睡去。正是酒酣睡倒，鼻息如雷，莫知高下，莫知高下。这里他讲说，酒酣睡倒，鼻息如雷，只要一打，这一打呼噜，其实他的境界就低了，他境界低了，所以他的境界低，但他有这样要命的宝贝，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使命。他是师门师家的四大天王，鼾声如雷是指真正有境界。我们到讲到黄河镇的时候，他就提到了，说那时候呢是谁呀，在黄河镇里鼾声如雷，犹如常人，他就普通人了。然后老子一看说："哎呀，1500年全给废了。"所以这里面其实就讲在道家里讲究这些了。当然，这些你可以把它称为是小道了。这个，小道的意思就是说，讲究太多就是小道，路太窄。杨戬自这个豹皮囊中跳出，将魔家四将的挂上的宝贝宝贝，然后伸手就去端去了。这一端呢，端塌了。端塌了，他想一下都给拿走，只拿着那个珍珠伞了，其他三件宝贝就掉地下了。魔尾红梦中听见当啷声，急看说："哎呀，怎么回事？"他想看看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他以为他说钩子塌了，挂的那个挂宝贝的钩子塌了，掉将下来。这个糊涂醉眼呢，你不曾查看，复又挂上，依旧睡着了。二郎神回到西岐城来见姜子牙，将混元珍珠伞献上。那这个木吒、金吒、木吒、哪吒都来看这个伞，然后
杨家二郎神又回到营中，再次进入这个豹皮囊中。第二天早晨，兄弟四人各取宝贝，魔里红不见了混元伞，大惊，为何不见我宝贝？即问寻内营的将校，将校说内营红尘也飞不进去，那就是有奸细了，那除非有奸细进去。魔里红大叫，我立功就凭此宝了，这一旦失去怎奈如何？四将见如此势力，郁郁不叫闷闷不乐啊，无心打理军情。那他宝贝没了，当然不高兴了。清风山紫阳洞，清虚道德真君忽然心血来潮，你看都叫心血来潮。我以为这里讲心血来潮就是他，其实他知道时辰到了，他心血来潮了。什么叫时辰到了？得让黄天化下去了，下山了。所以时辰一到，就有东西去敲动他，那他就表现出叫心血来潮。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就烦心未静，不能说叫烦心未去，叫烦心未静。但他做的就是烦心的事儿啊，烦是平凡的烦，对吧？因为他要辅佐武王去打纣王嘛，做就是凡间的事儿。叫金虾童子，请你师兄来，少时，请师兄而至。黄天化到碧游床前，倒身下拜。师父教弟子哪里使用？真君说：“你打点下山，你父子当立功为周主，随我而来。”黄天化随师到了桃园中，真君就传了两柄锤，黄天化用锤。那黄天化见而忌讳，就是道德真君只要走一遍套数，那黄天化就全会了。经收停当，无不了然。为什么？你现在练武术的，那可得练呢。而且有些人笨，第二天就记不住，对不对？师傅，那走练一套弹腿，那他都是一招一式。都二十几个架势，二十几，这那我都忘了那时候应该是多少，没数过，就是二十几个招式合成一套拳。弹腿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啊，练八技的，你看那叫什么呀，张震演过一个电影叫，你看就到嘴边忘了，他里边就后来引到民间了，然后就在香港做剃头师了，他就那个角色演的就是练八极的，八极拳是外家拳，那是不是外家拳？那他也是有套路的，为什么他是练八极的？李连杰就学过八极拳，教他练八极的那个人姓王，就知道这么点故事，这个。就这样喽，所以它是一套一套的，那东西可他天天就得练，他不熟嘛。你看他黄天化不用，师傅走一遍他就全会了，无不了然，经熟停当。为什么？修炼的境界远远超过练武术的，练武术的都是形体在走，对吧？那个他道德真君教的黄天化是境界的提升，当他境界有的时候，扭脸他就会了，他其实就你走一遍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不太恰当的比喻，就像我们说人家我遇到过一些专业做电视的，哎，说涛哥你原来就是学电视，咱朋友有朋友也问我，没有什么学电视，不会，从来没听说过。说那你主持你做节目，就是说没有任何障碍，就很太熟了，没学过，对不对？其实这就我们跟大家解释过，那我做节目从来不写稿，但那写稿的人
说一段就完了，下面不会说了。不写稿的人，他连稿都没有，他就生命的展现。其实黄天化这个概念就是一样，见而忌讳，经手停当，经手停当去评价他已经不对了，见而忌讳就对了，无不了然这对了。但他所练的那一套东西，所谓的无不了然，是受制于黄天化自己的境界，而不是道德真君本来的这套境界。因为同样东西在道德真君手里面跟黄天化手里面不同，我们昨天讲过一个玄妙的玄字，在不同人的眼睛里，不同人告诉你的时候，它背后的含义不同，是一样。真君说，将我的玉麒麟给你骑，将火龙镖带去，徒弟你不可忘本，必遵道德。在《封神演义》里面有一个特点，凡是做师傅的告诫弟子，这个弟子都修不成。徒弟你不可忘本，必遵道德。黄天化说，弟子怎敢辞了师傅出洞而来。姜子牙说什么？元始天尊叫回去了，谁叫你都别回头，是师傅。我们后面会看到其他的一些人，只要他师傅一这么说就麻烦。为什么？我以为在道德真君的眼睛里，他自己呢不一定有那么清楚，但是呢他自己的生命内在呢有一种感受，就得嘱咐一下弟子。一嘱咐，其实这个弟子就不是100%的成。他担心嘛，不担心怎么会嘱咐呢？但他为什么担心呢？有时候是说不出来的。我觉得很多朋友能理解我说的意思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，很有趣。黄天化出了洞府，上了玉麒麟，把脚一拍，四足起风云之声，此兽乃道德真君闲游三山闷游五岳之奇。所以做师傅的都蛮厉害的，其实都这些弟子们下山呢，他们都蛮心疼的，都把自己的宝贝给了他们。但同样也都是命运了。黄天化即时来到西岐，下了麒麟来到相府，令门官通报骑兵丞相有一道童求见。黄天化上殿下拜，口称师叔，弟子黄天化奉师命下山听候左右。哪一座山？黄飞虎在边上。此童，那黄飞虎说，此童乃清风山紫阳洞道德真君门下黄天化末将长子。子牙一听大喜，将军由此出家修道更当庆幸，父子重逢，同回王府，置酒父子欢饮。你看黄天化在山吃斋，今天到王府吃荤，随即叫晚了，这个晚了嘴儿，把他本来应该是披的嘛，他就晚了嘴儿，穿了王服，带了这个带素发冠，金抹额，穿了大红袍，冠金锁甲，素玉带，次日上殿见子牙。上来就完了，回家就完了，对不对？他师父说什么？徒弟你不可忘本，必遵道德。无道，他灭了道门，他就侮辱了道门，因为他喝酒。他穿上官服，他贪心。
这就是黄天化修不成的，这也就是上来书中就去对应道德真君，就感悟到自己的弟子有麻烦，一穿上这个师德不够道德，必尊道德，他反而失德了，就失去道德。那他你在自己家里穿就行了，他还穿这一套，他穿着这一套上了上殿去了，到了相府去了。姜子牙一见黄天化，你原是道门，为何一旦变服？变化的变，你是道，你是修道的，你不是一说修道的，一说道门，你就不是普通人。一旦变服，你怎么一回来你就穿上将帅之服了？你啥的意思？将帅之服，无论他多高，他都是普通人，他是凡夫俗子。我身居相位，不敢忘昆仑之德，你昨日下山，今日变服，还把丝带束了。就是他把这个本来道家的是一定是用这种丝带束上自己头发的，他把弄了，这就叫忘本了。所以黄天化修了半天根本就不灵，他在师父身边坐了半天，他内心的其实不是他的功夫，而是他内心的心态没有去净，不干净，忘了道德，也就为他后面奠定了基础。黄天化领命，系了丝带，天化说：“弟子下山，退魔家四将，故此如家将装束，怎敢忘本？”他就找借口推脱至此。子牙说：“魔家四将乃左道之术，需要提防。师命指明，何足惧哉？”子牙许之。黄天化上了玉麒麟，拎着两柄锤，开了城门，到辕门请战。四大天王正欲叫丙灵公，不知胜败如何。丙灵公，这里说的丙灵公的意思呢，是指三山的神。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三山五岳，山是仙山。那我们刚才跟大家说，我上期节目跟大家讲了，你注意到四大天王是跟民俗间，民俗是紧靠的，跟民俗是紧靠的。你一进庙宇，你一进这个佛家的佛教的庙，你首先看到四大天王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他们跟民俗、跟凡间是最近的。但是呢，三山之神叫丙灵神，那他呢已经是有修行在其中了。所以这里讲就是四个天王遇见了丙灵公就完了。魔礼红不见了珍珠伞，无心整理军情，突报有将在辕门讨战。四将听来随点人马出营，见一个见是玉麒麟。悟道高山十六春，十六岁，先传道术最通灵，潼关曾救生身父，莫以宝剑斩陈同，素发金冠飞烈炎，大红袍上绣屠炉，连环弃旧金锁甲，腰下荣翔左右分，两根银锤生八楞，不是圆的，那个锤子是每个锤子上有带八角的，稳坐走阵玉麒麟，奉命特来收四将，西岐城外立头功，
旗开拱手，黄天化，黄天化，封神榜上丙灵公。所以丙灵公，如果你查，没有什么太的，它就指三山的神，所以它在封神榜当中的是头一个神，他父亲是第二个。魔礼青见是一小将，骑着玉麒麟，来者何人？说我非别人，乃开国武成王长子黄天化是也。啊，他没说自己是道德真君的徒弟，他说自己是武成王长子黄天化，所以他太想做官了，太想荣华富贵了。金凤宰相之命特来擒你。魔礼青大怒，摇枪扯布来取黄天化。黄天化手中大锤迎面相交，大战一场，发雷叫发鼓震天雷。罗明两阵催，红帆如烈火，将军八面威。这一个舍命要安社稷，那一个拼残生欲正华夷，自来也见将军战，不似金帆枪对锤。战未及20余20回合，早被魔礼青随手拿起了叫白玉金刚珠，一道金光，一道霞光打将下来，正中后心，只打得金冠倒撞跌下旗来。魔礼青要取首级，早被哪吒大叫误伤道兄，脚蹬飞虎轮杀至阵前，救了黄天化。哪吒大战魔礼青，双枪共发，杀得天愁地暗。魔礼青二起金刚镯来打哪吒，哪吒也把乾坤圈丢起。乾坤圈是金的，因为那谁，那个二郎神已经把他乾坤圈给弄回去了嘛，对吧？这偷宝贝偷回去了，乾坤圈是金的，那金刚镯是玉的，金打玉打得粉碎。魔礼青、魔礼红一齐大叫：“好哪吒，伤我宝贝，此恨难消！”一齐动手。哪吒见势不好，忙进西岐。魔礼海正想用琵琶的时候，那哪吒已经进了城。那魔礼青进营，见失了金刚镯，闷闷不乐。黄天化被金刚镯打死，以字打死。黄飞虎痛哭。岂知才进西岐，未安枕席，竟被打死，甚是伤情，只得把黄天化的尸骸停在了相府门前。姜子牙不乐，郁郁不乐。突然有人报说，启禀宰相，一道童求见，请来。道童到殿前下拜，子牙问哪里来？弟子是紫阳洞道德真君，命弟子来背师兄黄天化回山。子牙大喜，这就是黄天化的问题，对吧？他为什么死了？他报名报自己是这个开这个武成王的长子，他不说自己是道德真君的徒弟。忘却师门，贪图腐化，贪图人间的荣耀。穿着帅，穿着普通人的这个将军的帅服去出战，尽管他骑的是麒麟，他必死无疑。人是打不过魔礼青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他自己的爹也打不过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对不对？当你把就是黄天化，尽管他有天大的本事，但是当他出去的时候，把自己生命的定格定在了人上，他就输给了魔礼青，一个金刚镯就给打死了，意思是在这里头。所以无论他本身道行多高，这里面包括着修行的成分，我能理解的修行成分。
无论他道行多高，只要他在这件事情上是以仁来处理，动了人心，动了人念，他就符合人的环境，跟人一样，人就打不过魔力青。非常深刻的道理。啥？有朋友说啥意思呢？你看现在闹瘟疫哈，这个武汉肺炎、中共病毒，你看那个天主教那个教宗，嘿，他也说感染不感染，他得防着点，也得保持距离。那个圣彼得广场都不能有人了，只有他一个了。有人说那有什么？这有什么？宗教是完全把信仰人化了，当完全是人化的时候，一切都跟人是一样了。他也感冒发烧，打喷嚏了。我说的是这意思，就跟黄天化被打死是一个道理。黄天化怎么被他师傅救活的？怎么被他师傅骂了一通？且听下回分解。